周末堵车的高峰，下班的时间，这是中环，上海的中环，靠近杨浦区这段，从浦东到杨浦区这方向外圈，下班的高峰车特别多。中间，因为我们要到最右边的那个道，但是那里有个闸口，相会。如果再不变过去的话，恐怕就过不去了。右边那个那条道还比较顺啊，都变过去了，谢谢。在变得最右边那个道，最右道是出闸口的，我们待会儿要从那边出去，下匝道，下高架。好，成功变过来了。这边还算顺畅，刚才那边因为有几个道直接汇聚在中环这块，都是上来的闸道。我们看到这个黄色的
都是拥堵线。偏红啊，前面都是车尾灯。这个是军医大第二军医大学，现在是下午的5:17，下班的高峰，那前面也都是排着等待下中环的车队。在排队，一步一步如我吧。哎，还算比较顺利啊，没有排的那么时间长。等待，因为前面出去了有一个高架桥，一个红绿灯，应该是在等待着那个红绿灯。哇，前面那个车尾巴写着卖菜用，奢侈啊，呵呵，汽车文化。
点点罗。好了，就拍到这了。这就是上海下班高峰期，中环靠近外圈的，就是从浦东到杨浦区这一段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视频，就到这里，再见。